今天呢，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好吃、超级下饭的豇豆角炖辣椒，跟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把豇豆角改刀切成轱辘，再把辣椒啊改刀切成轱辘。起锅烧油，放入豇豆角，小火慢炸，咱们炸熟炸透以后啊，捞出控油，再把辣椒啊下入锅中，炸至虎皮状，咱们捞出控油。锅留底油，放入葱姜蒜干辣椒，一勺十三香，一勺黄豆酱，生抽蚝油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下入咱们炸好的豇豆角辣椒，老抽调个颜色，先激情调口，出锅前撒入葱花蒜末就可以开吃了。